车子比美国贵两倍以上，一只 iPhone 带五万块，美国月薪3万，美国月薪30万。台湾朋友买房，是哦，台湾的朋友买房，而且还真的好多钱。台湾朋友买房，接下来的成长路上，台湾爸爸永远缺席啊，缺到爆。这跟爸爸都比较不熟，跟爸妈都很熟。爸妈，我们加班。爸爸，我可以吃饭吗？在乎小孩子内心的感受。我在美国上班的时候，美国的爸爸都会说：“哦，我今天下午要早点走，要带我的小孩去上体育课。”我在台湾上班的时候有听到：“我今天晚点回家，我要加班。”在国外呢，你的道德观胜过你成绩单，他们是觉得怎么做世界会变得更好。华人就是说：“我怎么做，林北在喝呀啦。”台湾和美国有着丰富多元的文化，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背景的不同，两者之间有一些明显的差异。有网友在网络上发影片谈论台湾与美国的物价和生活大小事，例如台湾买车比美国贵两倍，以及台湾的爸爸在小孩成长路上总是缺席。有趣幽默的言论在网络上吸引大批网友观看。台湾跟美国哪一个生活成本比较高啊？当然是台湾啊，10年前刚入社会，跟现在年轻人差不多薪水。昨天不是去夜市吗？烤肉一片120，就是只是零嘴。以前我200块去吃夜市就可以吃。现在你要花大概500块，台湾的车子比美国贵两倍以上，一只 iPhone 带5万块，台湾月薪3万，美国月薪30万。我跟我美国的同事聊天，美国吃东西好贵哦，他从他的跑车下来，就觉得很贵耶。好，台湾的同事说，你不觉得台湾东西很便宜吗？拿出他带的便当，便宜耶，我都自己带便当，因为我今天骑脚踏车上班。我的朋友买房，是哦，台湾的朋友买房。台湾生活成本那么高，你回台湾干嘛？你像这些年轻人啊，文化在乎小孩子内心的感受。我在美国上班的时候，美国的爸爸都会说：“哦，我今天下午要早点走，要带我的小孩去上体育课。”我在台湾上班的时候有听到：“我今天晚点回家，我要加班。”在小孩的成长路上，台湾爸爸永远缺席啊。那你自己的爸妈有缺席吗？缺到爆。这跟爸妈都比较不熟，跟爸妈都很熟。爸妈，我们加班。爸爸，我可以吃饭吗？在国外呢，你的道德观胜过你成绩单上面的数字。在台湾，你停红线，没有人会理你。在美国，对面的阿伯直接走过来，为什么停红线呢、啊？我相信这个在台湾早就被打死了。林北还跑 C， 关你屁事。他们是觉得怎么做世界会变得更好。华人就是说，我怎么做，林北在喝呀啦。你以前是怎么面试上美国的工作啊？他用视讯面试。美国薪水应该很高，那我如果要求个100万，应该不过分吧？他说300万，我要装镇定。哎，行啊，但是其实我的心中是，快找我，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过了10年回台湾，在台湾面试的时候，我就跟老板说，我月薪10万。那老板说什么？10万可不可以？还撒娇逼吧，我就抬抬抬。听说美国很容易裁员呢，台湾却是可以安逸的在一份工作，安逸才惨。月薪3万块，安逸一辈子。年薪300万，公司大裁员，我去找别的工作不就好？太安逸，是老板的技能。这个人3万块，他都不走哎，用死他！一个好的企业，老板会想要带着员工一起成长，让他跟公司一起走上高峰。薪水高啊，他臭啊，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上班。在台湾就是这样，哎，快点，我要打卡。感觉行程很紧凑。到公司以后就是 ，Yo, what's up, dude? Hey, man. 聊天，喝咖啡，喝完咖啡，吃午餐了。一年休假可以有几天？无限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只要把工作做好，你有时间跟主管讲，你就可以休假。这么好？每次一休都是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起跳，这才叫做放假。3天放什么假？休3天，跟隔壁邻居打麻将。在美国上班，薪水高啊，他臭啊，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上班。在台湾就是这样，哎，快点，我要打卡。感觉行程很紧凑。到公司以后就是 ，Yo, what's up, dude? Hey, man. 聊天，喝咖啡，喝完咖啡，吃午餐了。一年休假可以有几天？无限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只要把工作做好，你有时间跟主管讲，你就可以休假。这么好？每次一休都是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起跳，这才叫做放假。3天放什么假？台湾就是怕你工作做过，美国就是怕你会工作过头生病，公司还要赔钱给你。
要怎么样自己做一个心情调试？毕竟你是有在美国工作的人，所以回台湾要创业、啊。美国休假制度是无限，那我们就可以从年初休到年尾。当然也是要合情合理啊，但主要是你有这个自主权。那平均可以休多久？一年休个二三十天都算合理。休假一个礼拜你都去哪里啊？去墨西哥嘛，去迪士尼住个三天，去巴黎看个铁塔，休三天跟隔壁邻居打麻将。那请病假要扣薪水吗？生病就很痛苦了，还要扣薪水？在台湾呢，薪水给我扣一半。外国很重视诚信的问题，如果你这个人工作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，请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在台湾你很认真工作，老板我要请假，你今天给我加班。